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，晚风沦陷于赤诚的爱。大家好，我是丸子，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我生孩子那天，小姑子把我丈夫灌醉在酒店，嫂子生孩子，哥你又不是医生，去了也帮不上忙。我产后要住月子中心，她满脸惊讶，连和婆婆一起酸我嫂子的命可真好。 不像我妈，刚生完我就下地了。看在丈夫的面子上，我对她一忍再忍。直到某天，她要我丈夫给她买三十万的爱马仕。三十万，她一年不吃不喝也存不下。可我的丈夫还是点了头，并且打算让我出钱，因为他知道没有他那点微薄的薪水，这个家不会倒。 但他不知道，如果需要倒贴养孩子，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去付。流子。我和贺灵儿第一次见面，他挑着细长的眉毛，指着我，满脸震惊：“哥，你不是说嫂子肤白貌美，长发及腰，是小仙女吗？这位怎么？”当时我正处在孕晚期，面色不好，头发也掉得凶。 被贺灵儿这样一说，从没因外貌焦虑过的我，心里生出了几分怅然。好在贺俊看出了我的难堪，长臂一展，将我搂进怀里，对着贺灵儿道：“你嫂子以前是我们学校的校花，这段时间她为了宝宝才没打扮。灵儿，你不许气她。”贺俊说完，贺灵儿不以为意的掩唇一笑：“哎呀哥。” 我就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还认真了？他一边说，一边脱了外套，露出里面那件极其包裹身材的打底衫。那件衣服从锁骨开到肚脐，露着他上身一条嫩白色的肌肤。我是家里独女，不知道别人家的妹妹是不是也会在哥哥面前穿这种衣服。见他穿成这样，下意识的皱了眉。 但看到贺俊面色如常，便也没说什么。可是我不说，贺灵儿的话却不停。她自顾自地在房子里转了一圈，扑过来抱住贺俊的另一只胳膊，不顾贺俊比他高一个头，可以看到他全部的春光，摇晃着身体撒娇道：“哥，我坐了那么久飞机，好累啊！你赶紧给我找个房间，让我休息一下。” 我和贺俊恋爱到结婚这四年，贺灵儿一直在国外念书，没回来过。前段时间她终于毕业，婆婆打电话过来，说她想回国发展，要我这个做嫂子的帮忙留心机会。我以为婆婆是想我帮她找份工作，没想到竟然还要在家里给她收拾间屋子，这是我不知情。 冷不防被安排，心里有些不悦。可向来尊重我，往家里添只水杯都要问我意见的贺俊，却直接点了头。这有什么？灵儿跟哥过来，哥早就给你安排好了。两人说着，拎起箱子，连体婴一样粘着上楼了，竟然都没回头看我一眼。夜里，我就这件事同贺俊表达不满。 他一张俊脸上，半是为难，半是心酸。宁宁，灵儿是我的妹妹，她不远千里来投奔我，我不放心她一个人住酒店。不过你放心，等她找到工作了，我一定帮她在别处租房子，不会让她在家里住太久的。预产期越来越近，我不想因为这事和她吵架。得了承诺，当下便没说什么。 只伸长了两条略微浮肿的腿，让他给我按摩。以往，贺俊对这件事很上心，每每圈住我的脚腕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无论我怎么说，都不会松手。但这天，他只草草的捏了几下，便心不在焉的叹了口气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抬眸问他：“你今天工作很累吗？”贺俊猝不及防。 脱口而出一句：“没，就是想到灵儿了。”他说完，瞧见我脸色不对，急忙补充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我想到灵儿以后也要嫁人、怀孕、受这份苦，心疼。我肚子里正怀着他的孩子，他却心疼别人。虽然那人是他的亲妹妹，但听了这句话，我心里还是免不了有些吃味。”轻轻哼了声。 我佯装生气的别过脸，你有这功夫，不如担心担心肚子里的宝宝。如果他日后也要受这份辛苦，你这个当爸爸的要怎么办？话音落地，贺俊给我按摩的手一下停住了。不会的，他抬手在我肚皮上抚了抚，说：“不会的，我女儿想做什么都可以，我这个爸爸。” 永远给他当靠山，他不想嫁人就不嫁，不想生孩子就不生。我会给他准备一大笔钱，让他一辈子有底气。这话还算中听，我笑了笑，和他一起摸着圆鼓鼓的肚皮，就这么睡了。自从怀孕后，我睡眠情况一直不好，偶尔还要贺俊讲故事哄我。 贺灵儿在这儿一住就是半个月。一开始，她不停的重复自己要找工作，但投出的三份简历石沉大海后，每天不是在房间里看喜剧，就是吃垃圾食品，发出的声音大到我隔着两层楼都可以听见。又一个被贺灵儿笑声吵醒的晚上，我压抑着孕期好不容易睡着。 又被吵醒的烦躁，推了推贺俊，柔声道：“老公，灵儿那屋有动静，你去看看吧。这是已经不是第一回了。自从贺灵儿住进来，我一周最少要被她吵醒三次。但贺俊睡得沉，完全不受影响。每次我辗转反侧的失眠一整夜。” 第二天同，同容光焕发的贺俊说起这事，他都满面疑惑：“真的吗？我怎么没听到？”现下我直接叫他，贺俊身子一翻，眼还没睁，先将我搂住了：“老婆，别吵！到底是谁在吵？”抿了抿唇，我好脾气的重申：“贺俊，你妹妹那屋有声音，我睡不着。” 你能不能让他安静点？可能他还没到好时差吧。贺俊迷迷糊糊道：“老婆，你该睡睡你的。他这么吵，我根本睡不着。再说，哪有人半个月都倒不好时差？”不受控制的冷了脸色，我搬开他的手臂，坐起来，心里正思考着怎么解决这件事，就见贺俊忽然炮弹一样。 直直的从床上弹了起来。温宁，我妹不就在家里住几天？你至不至于呀！他一句责问把我砸懵了。但不等我为自己的委屈辩驳几句，贺俊就大步走出房间，砰的一声将门甩上了。自我怀孕后，他从没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过话。看着紧闭的房门。 我一时有些无措，不过我也没说错什么。贺俊发这么大的脾气才是理亏。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一会儿，直到凌晨我才终于睡去，完全没注意到贺俊从始至终都没回来。第二天我睡醒了，想和贺俊聊聊这事，但刚一出卧室，就看见贺灵儿抱着一大碗螺蛳粉。 在我三十多万买的纯白色沙发上大快朵颐，那沙发是限量款，我等了半年才将它从国外盼回来。贺灵儿抱着满是辣椒油的碗坐在上面，在我看来和抱着炸弹无异，但她完全无视了我的不满。刚一看见我，便吊起了眉梢：“嫂子，咱们都是女人，你对我不满意。” 他眼神阴恻恻的，声音却很温和，自己和我说就行了，犯不着让我哥批评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不敢看电影了。他话里话外都是刺，我皱了皱眉，刚想对，厨房里就走出了一个人影，满脸含笑的在贺灵儿身上拍了下：“温宁啊，我那在乡下养鸡的婆婆。” 竟然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就直接上门为女儿撑腰了。灵儿还是个孩子，很多事她不懂，得靠你包容。我婆婆看看我，又看看我的肚子，继续道：“不过你也别跟她生气，当心气坏身子，伤了孩子。刚才我和俊哥都说她了，她以后肯定不会了。这场面。” 倒好像我才是那个恶人了。顿了顿，我抬眼看贺俊，此时男人脸色已经彻底和缓，好像昨天的爆发从未出现。注视着我的目光更是充满了爱意。老婆妈说的对，灵儿就是个小姑娘。我们说过她了，她一定不会了。原来是我这个孕妇在欺负他们一家三口。闭了闭眼。 我走下台阶，想说些什么，但浓烈的螺蛳粉气味使我话还没说，先呕了起来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婆婆一个人把贺家两个孩子拉扯大，手上很有力气。见我难受，一把拉起我就往卫生间塞。实在难受，我说不上话，呕得越来越凶。等我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一阵儿。 从卫生间出来，就看见贺灵儿那碗螺蛳粉一口没动的放在茶几上。贺俊站在旁边，表情里充满了不解：“宁宁，你怀孕之前不也很喜欢吃这个吗？怎么灵儿一吃你就要吐了？”贺俊这话有几分道理。如果我吃东西时别人在旁边吐，我也会觉得扫兴和不舒服。 这和贺灵儿晚上不睡觉、生产噪音是另一回事，一码归一码。事情发生后，我联系 l 尔，给贺灵儿订了个包，当作赔礼。l 尔很给力，确定款式的第二天便将包送了过来。但比这只包来得更快的是贺灵儿的报复，她带了个浑身脏兮兮的男人回家。 娇笑着坐在婆婆和贺俊中间，满脸天真。哥哥，妈妈，这位大师是我同学推荐的，他只要一看肚子，就能知道孕妇怀的是男是女。我今天特意请他过来给嫂子看，你们说我好不好？贺俊是玩命读书从农村出来的苦孩子，结婚之前我遵我妈的要求。 特意同他确认过，家里的长辈是否重男轻女，日后想要几个孩子。当时贺俊义正言辞：“宁宁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生不生孩子你说了算，生几个也你说了算。我知道怀孕是很辛苦的事，你有为我生儿育女的心，我就已经很感动了。我妈在这件事上吃过亏。” 她没选好婆家，因为生了我，一辈子都被人戳脊梁骨。更因为这个，她后来虽然抓到了我爸出轨的证据，但依然在婆婆的铺下被迫净身出户。只听贺俊的答案，她不放心，又旁敲侧击的问我婆婆。我婆婆种了一辈子地，养了半辈子鸡，看着我妈。 眼神里闪烁的全是对知识分子的崇拜。亲家，那时他粗糙的手在围裙上蹭了两下，小心的握住我妈。宁宁被你养的娇贵，我也不求他什么，只要他愿意和俊哥好好过日子，我就知足了。至于生男生女，反正都是老贺家的孩子，都是福气。他们那时一个个说的比唱的好听。 可现在，贺灵儿一番话说完，我那说着性别无所谓的婆婆，却笑得谄媚又积极。哎呀，大师，那您看肚子咋收费？是看照片，还是看真人？他知道我不会愿意，摸过手机就开始播放在家里偷拍我的视频。他的手机音量常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。 所以我即便站在门口，也听见了视频里我略微疑惑的声音：“妈，你在拍我吗？”“没有，宁宁，妈自拍呢。”她当时这么说，我竟然就信了。那大师眯着眼睛将视频看了两遍，一缕山羊胡子竖起两根手指。我婆婆不明所以：“您看一次两千。” 他平时总埋怨我花钱大手大脚，不知节省，但现在他毫不迟疑：“俊哥，你还坐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大师拿钱？”哦，好。贺俊如梦初醒，起身去找钱包。大师却神秘莫测的摆摆手，一把嗓子又哑又煞。阿婆莫急，我说的这个二不是两千。” 也不是两万，是从孕妇两腿中间看。这话一出，客厅瞬间安静了。从腿中间看，婆婆犹豫了一下，追问：“那是穿衣服不穿？”妈，不等大师说话，贺灵儿先急了：“色墨大师又不是俗人，就算嫂子脱光了给他看，他也不会对嫂子有邪念。你这么问，太冒犯了。” 这位姑娘说的对，老夫早就对男女一事无感了。色墨大师说着神秘一笑，又捋胡子。要提前知晓婴儿的性别，是窥探天机。凡人注定要付出些什么？区区遮羞衣服，为何不能舍弃？他这话的意思是，不仅要脱，还要脱光。贺俊闻言，掏钱的动作一顿。 面上浮现几丝犹豫，我婆婆也沉默了，她纠结的要命，拍着大腿叹了好几口气，才恨恨道：“可温宁是贺家的儿媳，她脱光了给别人看，像什么样子？”妈见两人都不赞成，贺灵儿脸上的表情有些狰狞，几乎是急切地说道：“我都说了，色墨大师不是俗人，根本不在乎那些。” 而且温宁上了手术台，不也有男医生围着？今天大师看不得，明天医生看不得，难道你在家里找产婆给他接生？贺灵儿说完，婆婆明显迟疑了：“灵，你说的对，但你嫂子能同意吗？想她同意还不简单？”贺灵儿白眼一翻，语气轻快：“让我哥跟他说一声，不就得了。” 看着手上刚从 sell 那里拿回来的包，我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。我之前以为贺灵儿不是蠢就是纯，但现在看她就是单纯的坏。正规的医生和这种不入流的江湖术士怎么能一样？他这根本就是在针对我，不想我好过。可比起他的伎俩，我更在乎贺俊的态度。 被两个女人的视线直勾勾的盯着，贺俊双眉紧皱，半晌没说话。贺灵儿沉不住气，等了一会儿，便晃着他手臂催促：“哥，你可别忘了，咱妈这么多年对你多好。她现在就想知道你的第一个孩子是男是女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”他声音轻轻柔柔的。贺俊听罢，面色微缓。 可温宁她马上就要生了，是男是女，咱们马上就能知道了。现在弄这么一出，不是节外生枝吗？哥，贺灵儿劝道：“越早知道不是越好吗？如果是女孩，你们心里有了准备，可以抓紧要第二个呀。”贺俊还是犹豫不决。贺灵儿轻呲一声，甩开了他的手，哥。 说到底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这么犹豫，也不知道是做不了嫂子的主，还是觉得我多事。他说着，双臂抱胸，一撅嘴，很生气似的。贺俊看在眼里，一下就慌了。灵儿，哥不是这个意思。贺灵儿将脸扭过去，不说话。贺俊顿了顿，只好道：“那等你嫂子回来，哥就让这位大师给他看。” 你别多想，妹妹一生气，他就把媳妇卖了。不管这是不是场面话，但这样的贺俊确实让我觉得恶心又陌生。这还差不多。贺灵儿生怕他反悔，拉着他的小指勾到一起，谁反悔谁小狗。贺俊笑了笑，主动将大拇指和他贴在一起。放心吧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 动了动站的有些发麻的双腿，我提着东西从暗处走出。这么热闹，说什么呢？近七万的包不算重，但相加的包装十足惹眼。贺俊一见到我，匆匆松开了和贺灵儿扣在一起的手。贺灵儿本来就不满，看到我手上的东西，眼里更是飞快的闪过了一抹妒恨。嫂子。 又买包啊！他提着唇角要笑不笑，小宝宝就要出生了，你不用留点钱给他买奶粉。我没说话，贺俊尬笑道：“灵儿，你这是瞧不起你哥？哥赚的钱早就够养你嫂子和宝宝了。我那婆婆脸皮也够厚，背面将我算的连件衣服都不剩了。此刻。” 却能若无其事地同我打招呼。宁宁，这沉不沉啊？让俊哥提吧。不用。我心里恨极了他们这副欲盖弥彰的样子，淡淡的勾起唇。我看你们聊得挺开心，继续吧。这话一出，在场几人瞬间面色各异。他们不知道我听到了多少，彼此面面相觑，都不想当这个恶人。 只侧侧身，将沙发上坐着的色墨大师露出来。他们想我主动问这是谁，好自然地要求我。但我拿着包上楼，只当看不见。几件小事不足以击垮婚姻，但如果贺俊真的为了他妹妹的心情要求我，宁宁，我正想着，贺俊就端着一盘水果上来了。他身形高大。 穿着白衬衣站在阳光下，就是迷人的学长，我印象里的他。但当他在我面前坐下，表情为难的开口，失望和怨恨也瞬间充斥了我的心。贺俊，刚才在楼下坐着的那位，你看到了吧？妈的意思是让他帮你看看怀的是男是女，你看能不能配合一下，帮我看。 这孩子没有你的份，我语气平和地反问。贺俊噎了一下：“宁宁，我知道你不信那些，但妈老了，是长辈，想提前让大师看看孩子是男是女，你就当孝顺他，可以吗？”贺俊那张温文尔雅的脸，在我们第一次见时就俘获了我的心，但因为亲眼目睹了母亲的不幸，从恋爱到结婚。 我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，反复确认贺俊是可以共度余生的人后，才和他走到一起。但贺灵儿一出现，就打破了一切。他甚至没用力，只是轻飘飘的揭开了贺俊一直蒙在身上的伪装，露出了他原本的样子。我笑了笑，佯装不解：“你想我怎么配合？”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。 贺俊愣了一下，才磕磕绊绊道：“别的你不用操心，费用我会给。就是如果这次看完是女孩，咱们就得再要。”啪！不等贺俊说完，我重重地甩了他一个耳光。既然当初那些话只有我一个人记得，那他就这么还吧。宁宁，贺俊被我打得偏过脸去，用舌头顶了顶腮，才道。 你先听我说完，可以吗？刚才那些是我妈的意思，我跟你说，只是让你心里有个准备，并没有说一定要再生一个。你别太情绪化了，而且你肚子里的也不一定就是女儿。她甩锅的速度飞快，看我不高兴了，马上就拿出好听的话堵我。但她是什么人，我已经知道了。 自然也不会再信。拿起手机下楼，我闺蜜王可已经到了。宁，这儿王可是我的忠实读者，从我写第一本小说时就积极的给我写长评。自从知道彼此在一个城市后，我们经常见面。今年已经是我们认识的第八年了。拖住我的手臂，王可将我从台阶上扶下来。 瞥了眼我婆婆和贺灵儿，以及那位所谓的大师，好笑道：“宁，你这房子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现在乞丐行业都发展到上门要饭了，收款码在哪？拿出来我扫一个，省得你们一个个都在这给孕妇添堵。”说到最后一句，王可回头狠狠的剜了一眼贺俊，他俩以前就不对付。 每次见了面，不是吵就是打，而每每从中调和，都要费我不少心。但现在想想，王可不喜欢贺俊，恐怕是早就看出了他的表里不一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被小贝不留情面的骂了一通，婆婆面色涨红。宁宁，这是谁呀？你这怎么才回来又要出去？ 俊哥刚才没和你说事。贺灵儿倚着门框，并不上前，但眼里的得意却还是显而易见。嫂子，我妈这么大岁数了，她跟你说话，你不能当没听见吧？你也知道这是你妈。我回了一句，紧接着坐进王可的豪车。贺俊顶着通红的半张脸追出来，见我要走，一下急了，温宁。 咱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商量？你直接走了是什么意思？我不说话。王可瞄着我的脸色，也没敢开枪。婆婆站在一边，狠拍大腿，嘴里哎呦哎呦的撒着泼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温宁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能一个不顺心就不要我这个妈了？你哪对得起我呀？我让王可开车。 婆婆一听，飞扑上来，拉住了车门：“你不能走，你别想带着我贺家的孩子走！”一直被无视的大师见状，和贺灵儿对视一眼，忽然重重的咳了一声：“是丫头。”婆婆闻言，瞬间变了脸色，她眼神犀利的转头看向那大师：“你确定？”“哼！”色莫大师胡子一吹。 老夫这么多年从未看走过眼。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看大师，又看看豪车里的我，最后缓缓直起身子。温宁，你听见了吗？大师说你怀的是女孩，是女孩怎么样？实在忍无可忍，我反唇相讥：“你不是女的。”婆婆白眼一翻：“你怀孕这段时间，我和俊哥……” 是怎么伺候你的？你怀个女孩也对得起我们。王可看不下去了，替我说话。你们照顾宁宁是应该的，这孩子也不是她一个人的，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。婆婆两手叉腰，竟是一点也不装了。你愿意走就走，反正我们是不会去接你的，你自己想好。温宁。 你以为你现在还是什么笑话？好好照照镜子吧！你出了这个门，又怀过孕，除了俊哥，哪个会要你？你不值钱了。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我关紧车窗。可可，我们走。好。王可一脚油门踩下去，车尾气扑了我那趾高气昂的婆婆一脸。四十分钟后。 我走进王可坐落在市中心的大平层，在他的搀扶下坐进柔软的沙发。给你添麻烦了，可可。这点小事算什么？王可说着，为我倒了一杯温水。你想出气，我随时整你，收拾贺俊。王可语气随意，但我知道他有这个实力。当年贺俊先我一年大学毕业。 四处找工作未果，很是消沉了一阵儿。那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见他辛苦，我便瞒着他递了一份简历给王可。当时王可什么也没说，但只过了两天，贺俊便接到了 HR 的电话。他通过王可的内推，进入了薪资水平极高的公司，刚毕业就拿到了十五 W 的年薪。 为了不让他多想，结婚前我没同他说过这件事。后来我大学毕业，卖了两个小说版权，用那笔钱买了现在的房子。请王可来家里庆祝时，王可无意说漏了嘴，贺俊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当时他端起酒杯要敬王总，但王可说：“你该谢的是你老婆，不是我。” 自那之后，贺俊在遇见王可，便总是敬而远之。我问原因，他说：“王可瞧不起我，觉得我是软饭男，我跟他没什么好说。”每次听到贺俊说这种话，我都想笑。但现在想想，贺俊怎么就不算软饭男呢？现在还不用你出马，没回绝王可的好意。我动动手指。 直接打电话给物业，我是三千二百零一的业主，今天起家里不住人了，麻烦您帮我断水、断电、断煤气。那房子是我买的，房产证上也只有我一个人的名。物业核验了身份后，客气礼貌的回复：“好的，温小姐，三千二百零一的水电煤气。” 我们这边已经帮您全部停掉了，祝您生活愉快。我的生活当然是愉快的。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，一连七天，我在王可这里吃吃喝喝，有精神的时候翻几页书，没精神了便补一觉。等我终于愿意理会贺家人，才发现无数信息、电话已经快把我的手机塞爆了。 一开始，贺俊冷冰冰地问我：“家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”后来，他不耐烦地要求温宁赶紧让一切恢复正常。最后，他发了个身在五星级酒店的视频，画面里他对着镜头拧着眉：“温宁，你不会以为没有那房子，我们就要露宿街头吧？”而他身后，婆婆满脸不在乎。 还在和贺灵儿讲话，我来回看了两遍，发现他说的是他现在怀着贺家的孩子能跑到哪去？等他回来，酒店钱也让他出。这家人太不要脸。闭了闭眼，我给熟悉的律师发了条信息，和他商量了一些细节后，正想起身给自己倒一杯水，却忽然发现不对，肚子太疼。 我要生了。王可替我联系的私立医院环境极佳，主治医生也专业亲和。我们到的时候，我母亲也到了。她今年五十三岁，还没退休。接到我的电话时，她刚刚下课。通过电话，我还依稀听到她的学生们叫她温老师，没和她说贺家的恶心事。 我随便找了个贺俊正出差的理由，让他帮我在手术单上签字。等一切准备就绪，我被推进手术室。所有的努力只为自己，和男人无关。但我没想到，当我从手术室里出来，我那婆婆也满脸笑容地站在病房里：“宁宁啊，你辛苦了。”她神采飞扬。 和满眼心疼望向我的母亲，对比鲜明。我孙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医生说他是小胖子呢。嗓子太干，我说不出话，只侧目看向王可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会来？王可看懂了我的眼神，在我耳边低语：“你一进产房，阿姨就给贺俊发了信息，但一直到确认是男孩。” 你婆婆才来，对不起啊，宁宁，我没拦住她。这怎么能怪王可？是我自己没和我妈说清楚，才让她做了在婚姻没有破裂前最正常的事。摇了摇头，我疲惫地合上眼。忽然想到还有信息没发，又指了指放在柜子上的手机，让王可帮我拿来。哎呀，宁宁。 你这会正是该休息的时候，别看手机了。婆婆见状，马上扯着喉咙劝我：“现在什么也没有，你的身体重要，赶紧闭上眼睛，再躺会。”她说着，竟然试图从王可手里抢走我的手机。几个护士路过我们的病房，轻轻敲了下门。家属关心孕妇的心情，我们理解。 但请您降低分贝，不要影响其他病人。什么分贝？婆婆弯人家一眼，没看到我儿媳妇受苦了吗？我关心关心还不行？请您不要大声喧哗。护士又提醒了一次，婆婆才不情不愿地闭了嘴。但对方一带上门离开，她立马又开始嘟囔：“宁宁啊，不是妈说。” 你这找的是什么地方啊？我打车过来就花了五十块，不好找不说，医生护士也不专业，哪有这么他们这么和病人家属说的话的呀？他说个没完，吵得像上万只蜜蜂在我耳边同时飞。我张了张嘴，还没出声，我妈先上前摁住了他的肩。我妈似乎看出了什么。 和婆婆说话的语气客气，但不容置疑。让宁宁休息一会，你先出去吧。没人接她假模假样的关心。婆婆一扯唇角：“那行，我先去看看我孙。”以往在我妈面前，她一直装得很朴实。今天会有这顿不讲理的操作，全是因为觉得拿捏住了我。在她看来，我已经生了孩子。 又是男孩和他家的矛盾已经结束了，但这事不是他想结束就能结束的。看完律师发来的新消息，我又点开贺俊的对话框。半小时前，贺俊连续给我发了几个视频。五星酒店的总统套房，一夜就要他半个月的工资。贺俊身上的钱不多，又不想在贺灵儿面前丢面子。 最近总给我发语音，让我把他的工资卡还他。但视频想了想，我调低音量打开。画面一开始是贺灵儿的上半身，他又穿了那件中间裂开一条缝的紧身衣。将手机放下后，他从一旁拿过两个酒杯。哥，你在想嫂子吗？谁想他了？贺俊闻言。 紧拧着眉头朝他走来。我只是在想我的钱。那嫂子生孩子，你不去吗？贺灵儿将手里的酒杯递给他。贺俊接过后一饮而尽。妈不是说了吗？是个女孩。说着，贺俊面上有几分恍然。他在床边坐下，低垂着眼睫没说话，因为太过熟悉。 我很容易就看出了他的口不对心，他是想来的。见他不说话，贺灵儿直接在他身边坐了下来。只要嫂子肯再生，第一个是女孩也无所谓，就是她的脾气实在太冲。哥，温宁姐是你老婆，要不你哄哄她？这么多年，我就是对她太好了，才给她惯得没有轻重，带着肚子也往外跑。 这次他不道歉，我是不会去找他的。说不上几句就要离家出走的女人，我留着干什么？他如此决绝，贺灵儿娇笑两声，又给贺俊倒酒。也是，嫂子生孩子，哥你又不是医生，又不是护士，去了也帮不上忙。贺灵儿有心引导话题，两人之后说的都是幼时的趣事。 贺俊越喝越多，越说越嗨，到最后竟然拉住贺灵儿的手，盖在了脸上。灵儿，你这么懂事，要是能给哥哥当老婆就好了。视频到此戛然而止。我闭了闭眼，忍着那种一口咽下一万只蟑螂的恶心，将视频转发给律师。这算是我们感情破裂的实锤。 也是贺俊没有尽到爸爸义务的铁证。老婆在医院生孩子，他在酒店和妹妹喝酒，他太行了。从婆婆那知道我生的是男孩后，贺俊第二天匆匆赶来，满脸歉意的坐在我床边，实在对不起，宁宁，我昨天出差没能陪在你身边，这是我在母亲那里给他找的理由。 他用的顺手，我讥讽的笑了笑，也没拆穿，只道：“你出差去的动物园，怎么身上一股狐骚味？”贺俊一愣，匆忙陪笑：“我来得及，穿的是陪客户喝酒那身衣服，熏着你了。真会演，怪不能用一副伪装骗我四年，知道熏还不离远点。” 我毫不留情的戳在他最痛的地方。来大城市这么多年，你总得有点长进。其实我从来不觉得从小地方出来是值得羞耻的事。但贺俊每次工作不顺心，被我问起时，说的都是那个什么总看不起我。他明知道我是 H 人，还说那的人没素质。 我一个 H 人吃过什么墨西哥菜啊？他们把聚会定在那，分明就是针对我。诸如此类，数不胜数。果然，我话音刚落，贺俊瞬间就变了脸色。他看看我，又看看旁边摇篮的小宝宝，最后在我母亲不动声色的注视下，勉强笑道：“是我考虑不周。”那宁宁，我先回去洗澡。 晚点再来看你。之后的一个月，贺俊每天都来我这儿报道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，还试图留下整夜看护。我拒绝了几次，没效果，便随便他了。他送花，我前脚收下，后脚送给同层的妈妈们。他送饭，我一口不吃，直接拿给护工。他捉着我的手，一字一句诚恳的道歉。 我录音并引导他说出那天他确实找了江湖术士的事实。终于可以出院，我在王可的帮助下登车前往月子中心，但还没进门，隔着老远就听到了熟悉的尖叫。这钱怎么就不能退？我们一天还没住呢，怎么就不能退？三个月十五万，你们怎么不去抢啊？ 赶紧把钱退给我，不然我今天就不走了。我定情一瞧，抱着柜台坐在地上，嗷嗷假哭。那女人可不就是我婆婆？和送我过来的王可对视一眼，我掏出手机录了个段视频，发给对接我的经理。我前婆婆给你们添麻烦了，不要顾忌我的面子，你们按规矩处理。对方正在输入的字样。 在屏幕上方持续了一会儿，经理终于回复了：“温小姐，请放心，我们已经采取了手段。他很体面，情商也高。如果您不介意，会所还有一个较为私密的小门，供注重隐私的 VIP 通行。我们稍后那里见。”我们按照定位找到了侧门。贺家人有蠢的，但并不都蠢。 婆婆在正门闹，贺灵儿在侧门堵我。一见到我，她便吊起眉梢：“嫂子的命可真好，不像我妈，刚生完我就下地了。你拿着我哥的工资订这么贵的地方，挺好意思。比我年轻几岁的姑娘，双臂抱胸，咬字犀利。我看她一眼，不觉气愤，只觉得她愚蠢。她沉不住气。” 发了那些视频给我，等不到反馈，于是过来当面挑衅。不用说，我订月子中心的事，肯定也是他查到，又怂恿我婆婆来闹的。我为什么不好意思？满脸无辜的笑笑，我直视他的眼睛。贺俊现在还是我老公，他的钱我不花，难道给你花？你，贺灵儿，没想到我软硬不吃。 往前上了一步，冷冷道：“温宁，你要身材没身材，要脸蛋没脸蛋，凭什么嫁给我哥？这也就是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不在，不然我早就把你们搅黄了。可惜这世上没那么多如果。”在月子中心保安们的护送下，我将他扔在身后，顺利走进这家会所最难订的海景 VIP 房。 开始了我美好的一天。在前台的服务人员再三向婆婆表明，除非本人提出，概不退款；即便退款，钱也只能原路返回，不能提现给她后。后婆婆恼羞成怒，抓了离她最近的前台的头发就往下扯，一边扯一边道：“什么狗屁规定？你们经理呢？叫你们经理出来！” 经理自然没来，来的是警察。扰乱商户正常经营，聚众闹事，几条罪名压下来，婆婆人都懵了，很快就被推上警车带走了。而前台小姑娘也不是能受委屈的人，婆婆上车前，她如法炮制，也扯了婆婆的头发，看那力气，怎么也扯下来了十多根。 看完经理发给我的视频，我忍俊不禁，从包里抽了几张毛爷爷放进红包，托经理帮我带给小姑娘。做了正确的事，那就必须得到奖励。婆婆被抓了，贺俊打电话过来时，整个人都透着急躁。温宁，你现在在哪？灵儿说：“你把妈送进派出所了，是真的吗？”宁宁。 咱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能好好说？你那次起身就走，这次又找人抓妈，这日子你到底还想不想过了？贺俊咆哮着发泄情绪，什么话都敢往外说。都是女人，怎么你非要住月子中心？那地方性价多低，你心里没数？有那个钱，我们买点什么不好？ 你那柜子里几十个包，灵儿背的确是几百块钱的杂牌子。温宁，你不好好当老婆，不好好当儿媳，也不好好当嫂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贺俊会打这通电话来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贺灵儿今天在我这里受了委屈，回去不做点什么，怎么会顺心呢？不想，冷着声音。 我终于开口，贺俊没听懂，愣了下，反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想和你过日子了，贺俊，咱们离婚。”该说的说完，我利索地挂断了电话。一周后，婆婆终于出来了。王可在这方面使了点劲，没让她被贺俊轻而易举地保释，也算给我出了一口恶气。为了表示感谢。 我吃着会所的月子餐，却在桌子对面给王可置办了一套冬阴功。我们说笑了一会儿，王可道：“宁宁，你这几天气色好了很多，我也觉得。”毫不客气地收下他的夸奖，我将一份文件递给他，这是贺俊在岗位上吃回扣的证据。我费了点功夫才收集到，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承认。 可可，你识人的能力比我强。我错信了贺俊，但好在我的母亲一直在教我如何保护自己。即便离婚，我的财产也不会损失半分。和王可确定了接下来的计划，我继续安稳的在月子中心里调养。这有专业的带娃团队，我和宝宝在这里都被照顾的很好。 但贺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别墅那里还是断水断电，他手上没钱，贺灵儿又不肯住非五星的酒店，家里不太平，他在工作中也屡屡犯错，降薪调职，眼看着离权力越来越远，贺俊开始频繁的给我发信息。他先是为那天的情绪失控道歉，又说。 无论我想怎么惩罚他都可以，但我完全不接，只委托律师拿着拟定好的合同去找他签字。我的别墅是我的，他分不到一毛。家里的车也是婚前我母亲买了赠送给我的，只要离婚，就和他再也没关系。他十五万的年薪已经被日常开销用完了，换句话说。 相当于他花十五万应聘成为我的男仆，而他青春不在后，我直接开除了他。眼看他无利可图，贺俊在一个雨天摁着贺灵儿上门给我赔礼道歉：“嫂子，之前都是我不好，我玩心太重，又很久没见哥哥，做了许多不合适的事，希望你能原谅。”贺灵儿明显不情愿。 咬着后槽牙，满脸不甘，说一句便要看一眼贺俊。但我做着月子中心提供的手部按摩，眼睛舒服的眯起，只当没看见。老公，你妹妹今天怎么这么懂事啊？我说着软话，笑笑的看向贺俊，讥讽道：“你又批评她了。”宁宁，贺俊没想到我会有好脸色。 眼中燃起一丝希望，声音也越发献媚。灵儿是真的知道错了，快！贺俊说着，将贺灵儿推到我面前，催促道：“快把你准备的礼物给你嫂子。”贺灵儿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白眼一翻，将一套海蓝之谜不轻不重的放在我面前：“嫂子，给你。我哥说你喜欢这个品牌。” 这东西这么贵，我从没用过。嫂子，你这张脸可真值钱。他一找到机会就阴阳怪气，那模样表情，只一眼就让我看出来，贺俊没和他说实话。他们现在没地方去，手里又没钱。如果贺俊今天不能求得我的原谅，很快他就会失去工作。到了那时，别说我的脸。 他们一家三口加起来也比不上我的脚趾甲。灵儿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贺俊抢在我之前开口，蹙着眉头道：“哥，今天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要好好跟温宁道歉。”我开玩笑的。贺灵儿耐心告罄，双臂抱胸，往墙上一靠：“哥，你看嫂子都没在意，你就别多管了。” 贺俊还想再说些什么，被我一声轻笑打断了。我在意，淡淡的，我看着贺灵儿的眼睛。毕竟你从见我第一面就在开玩笑，哥，你不是说嫂子肤白貌美，长发及腰，是小仙女吗？这位怎么？他那时就看不起我，借着开玩笑的名义话心里话。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。 谁也不傻，隔阂已经产生，就注定不会验过留痕。宁宁，灵儿不是那个意思。贺俊面上闪过丝黄，急，走上前来想握我的手，被我的技师轻飘飘的隔开了。那他是什么意思？打开手机，我给他播放那段视频。视频里，贺俊的每一句话都耳光一样的扇在他脸上。 让他越来越慌乱。谁想他了？我只是在想我的钱。这么多年，我就是对他太好了，才给他惯的没有轻重，带着肚子也往外跑。这次他不道歉，我是不会去找他的。说不上几句就要离家出走的女人，我留着干什么？灵儿，你这么懂事，要是能给哥哥当老婆就好了。 贺俊明显不知道这段视频的存在，看完之后见鬼一样的看向贺灵儿：“这是你拍的，哥，我。”贺灵儿没想到我会把事情抬到明面上，刚想解释，贺俊就抡圆了胳膊，抽了他个大耳光，那声音响的像是肥猪被打了屁股。 朕的给我做手部按摩的两个技师极力想用专业掩饰自己的兴奋，但没成功。贺灵儿，你到底明不明白什么叫廉耻？那些醉话根本不能信。你背着我把他们发给你嫂子是什么意思？贺俊情绪失控，抓着贺灵儿的双肩大吼：“是不是非要把这个家闹散才满意？” 贺灵儿被他打懵了，满脸的怨毒，抬起头时都没藏住。我有什么错？贺俊，我问你，我有什么错？这个女人哪配得上你？她整天好吃懒做，还这么能花钱。你的脑袋是被猪油糊住了，才会找她当老婆吧？贺灵儿说着，一把将贺俊推开，将自己的衣服往下拉了拉。 反正今天你要我来道歉，我来了。你答应我的爱马仕就必须得送。说完，他提步要走，我却笑了一下，叫住他。他说要给你买爱马仕，哪一款？贺灵儿哼了一声，并不忌讳。他要的那款包三十万，贺俊两年也赚不来。 你之前住过的那栋别墅是我全款买的。一步步走到贺灵儿面前，我残忍地看着她微笑。花的三百多万是我写小说赚的。你哥现在一年能赚二十万，但我大学时期的稿费存在银行，每年利息就不止这个数。贺灵儿，你指望他给你买包？我微抬眉头，还不如指望我。 他满脸的不可置信，正欲开口，我又轻啧一声，转了画风。不过我为什么要给你买呢？你哪点值得？这套《海蓝之谜》是假的吧？你呀、啊，和你哥哥一样蠢，机会放到面前也抓不住。几句话说完，贺灵儿彻底懵了。她在国外留学的四年，婆婆一直跟她说的都是贺俊出息了。 发达了，谎话说多了，贺家人自己都信了，以为一个孩子就可以拿捏住我，让我受委屈。还三十万的包，贺俊只要签了离婚协议，兜里连三千块都拿不出。这种男人有什么值得争的？贺玲儿想要，我让不，我扔给他。两周后，贺俊被公司开除了。 他当时走的是王可的内推，吃回扣的事情被爆出来后，也是王可第一个举手同意走报警流程。任职三年，贺俊里里外外吃了近两百万的回扣，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敢答应贺玲儿给他买三十万的包。只是这两百万，一不在他的工资卡里，二不在我们的家里。警察调查了几天。 最后摸到了他的老家，我婆婆的养鸡场，将那些鸡一只只的捉出来，赶往别的地方。警察们将稻草一掀，两百万人民币一分不少，整整齐齐的铺在养鸡场的加温层下。钱找到了，但没有人在里面疏通。贺俊最后还是被判了七年。结果出来的那天。 我那向来大嗓门的婆婆哭到发不出声，非在法院门口赖着不走，要老天爷还他儿子清白。贺俊有什么清白？他只是个蠢材。王可来接我时看到这一幕，顺手拍了段视频给我，又告诉了我另一个好消息：贺灵儿由奢入俭难，知道贺俊指望不上后，立马去夜店调。 其他大款，他年轻敢露，很快就被一个四五十岁的老男人看中，美其名曰带回公司当秘书，实则金屋藏娇。但大款的原配并不好惹，知道这时候原配果断放出狠话：，必是所有的公司只要录用贺灵儿，就一概不合作。原来原配才是公司的一把手。 贺灵儿看上的大款根本没有实权，贺灵儿舍了肉也没钓到狼，白白惹了一身骚，在 B 市混不下去了，只能回家接管我前婆婆的养鸡场。那厂子一年能赚十万左右，但要付出的努力却不止十万。贺灵儿在厂子里待了三个星期就崩溃了，她舍了成天以泪抹面的老妈。 转而去其他城市调大款，此后便一直没有消息。我那前婆婆见不着儿子，又找不到女儿。次年冬天，就因为脑溢血死在了养鸡场，尸体被鸡吃了一半，才被村长发现。可以说，死状很惨。两年后，当里面的贺俊终于同意在离婚协议签字，净身出户。 王可那里也又有了贺灵儿的消息。贺灵儿这两年在恩市给一个富商当妻老婆。那富商八字很硬，之前娶一个便死一个。贺灵儿嫁给他后撑了很久，但为了巩固地位，他一个又一个的生孩子。可惜富商不仅命硬，心也硬。在他七十八岁的生日宴上。 富商宣布要迎娶比贺灵儿更年轻的八老婆进门，活活将贺灵儿气病了。王可和我说起这些的时候很兴奋，他这个人记仇，看不得朋友受苦。但我听了，心里除了一丝痛快，更多的怅然。我之所以能在贺家这场骗局中保全自己，是因为有旁人拿不走的底气。 而贺家在选择依靠别人傍大款时，就早已输掉了人生。他们会有这样的人生，我并不意外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报应是他们应得的。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偶然间登录老公微信，我发现了他和律师的对话。律师这么说的话，只要我提出我加钱，一起换个大房子。 让我老婆把她爸妈买的房子卖掉，我就能把婚前财产洗成婚后财产，是吧？然后婚后，我每个月再以孝顺的名义每月给老妈转钱，那么我就能在离婚后，不仅能让我老婆赚不到我一毛钱，还能让她欠出几十万债务，是吧？一切都还是正规手段，法院还支持。 我望着老公和律师的对话，顿时毛骨悚然。我和老公是闪婚，我老公李伟说好听点是精致利己，说难听就是一毛不拔。出去吃饭永远 AA，、哎、逢年过节上我家，空手来提溜一麻袋回。这天，老公突然一反常态，扬言要给我爸妈买套新房。 我只好礼貌而不失尴尬地笑了笑。毕竟，魔都买房那可不是谁都能买得起的。老公见我不太相信，当即给我爸妈去了个电话。我爸妈先是一愣，随后委婉地拒绝了：“李伟呀、啊，你和微微刚结婚，事业也才刚刚开始，不用为了我们背那么大压力。我和你爸住惯了现在的地方。” 也不计划换，你这孩子怎么听不明白呀、啊？我和你爸现在的房子，少说也有三百平，又在三环。你说要给我们换，是计划往二环走，还是换个五百平的？一听这话，我老公秒泄气。别说我们的日常开销，就是我俩不吃不喝，一年到手也撑死三五 W。魔都买房。 又是三环以内，那存款没个五百家，谁敢消想？总不能让我爸妈从三环搬到五环，就为了单纯的成全老公孝心。照说这事就该结过的，结果过了两天，我老公又突发奇想，说要每个月给婆婆点生活费，让她攒着养老。公婆都在体制内上班，两人身上没带。 还精细到成日去亲戚家蹭吃喝。这日，老公又问我拿钱，说想给婆婆买点保健品。我妈生我时身体受了损，动辄腰腿疼。你这做媳妇的平日不在跟前伺候，给买点吃的不也应当？我就呵呵了。这一月拿了四次钱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妈外头有人了。 这一系列反常操作，委实把我整晕了。直到昨天，我不小心登上了老公的微信，一条信息让我看呆了。那是他和一个律师的对话。高律师这么说的话，只要我提出我加钱，一起换个大房子，让我老婆把他爸妈买的房子卖掉，我就能把婚前财产洗成婚后财产，是吧？ 然后婚后，我每个月再以孝顺的名义，每月给老妈转钱，那么我就能在离婚后，不仅能让我老婆赚不到我一毛钱，还能让她欠出几十万债务，是吧？一切都还是正规手段，法院还支持。我望着老公和律师的对话，顿时毛骨悚然。老公这点谋算，要非亲眼所见。 我是万万想不到的，别的不说，就我老公那人，是单位远近闻名的老实人。公司里大到老公的顶头上司，小到新来的业务员，都能随心所欲地指使老公。就连公司的保洁大婶儿，也隔三差五就掐着嗓子指摘我老公无能。就是这么个老实人，居然对他的枕边人下了个这样完美无缺的套。 可见，哪有什么老实人，多半是对现实无能。一旦遇上个能见缝插针的点儿，老实人也能翻了天。放下手机，我心跳如擂鼓，却还是强自镇定的把手机放回原位。微微，你上个月单位发的那套保健品搁哪了？反正你减肥不能吃，拿给我妈吧。哦，对了。 结婚那会，我妈给你买的那套金首饰也旧了，不如我拿去给你融了，换个新样式。我抬头看了老公一眼，脸不红，心不跳，倒是端的好心态。一种强烈的厌恶感涌上心头。爸妈辛苦培育我一场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别说这些金饰了，就是我王薇薇的一双破袜子，你想要？ 也得我点头，我快步回屋，取了两件看似黄金，实则非金的首饰，还一脸舍不得的递给老公。老公果然很上道，激动的双手接过。我笑了。其实自那天发现老公和高律师的对话后，我就同步了他的微信，自然。 我也了解到，老公诓我黄金首饰是为了拿去讨好上司的小老婆。若老公真如自己说的，准备拿去融了给我换新样式，我用假金充真金的事必然纸里包不住火。但是，如果是拿去送人，老公为我准备的这颗苦果，只怕还得自己吞下。果不其然，当晚老公十分沮丧的回到家。 说公司新研发的项目把他踢了，那个原本领导承诺要让他全权负责的海外项目。我则惬意的照着镜子，比划着脖子里的金项链。这一季的新款果然很衬我。识破老公的真面目后，我非常果断的决定反击。人在不知情的情况被自己人骗，那叫不小心。 若是知道了还被骗，那就叫愚蠢。老公被踢出项目组后，又把注意力转到了我家这头。微微，你爸妈住的房子也太破旧了，不然我出钱给咱爸妈重新里外翻个新，再换点好家具，也算我报答他老两口把你培养得这么好。我望着一脸深情款款的老公，装模作样的感动了一把。 老公，你可待我真好，我当初果真没有选错人。微微，那等我下了班，咱俩一起去家具城逛逛。我一脸感激涕零的前脚送老公出了门，后脚火急火燎的赶往离我家最近的家具城。路上，我照常登上老公的号，果然，老公又给高律师留了言。 花个万儿八千买点二手家具，塞进我老丈人家，他家的房子也算有我一份。这笔买卖可真划得来。紧接着，我翻到了几个老公频繁浏览的直播间，什么样板衣柜、瑕疵双人大床，甚至还有停尸间摆放的冰柜。这一刻，我真是惊了。早知道老公人设崩塌。 但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没下线，我当即给婆婆去了个电话，总的意思就是老公新项目发了财，非要给我爸妈从里到外换一套过硬的家具。可我这当儿媳的心里过意不去，决定好赖给婆婆分个鞋柜。婆婆一听这话，果真坐不住了，当晚就连人带行李杀到我家。 说要好好和儿子叙叙旧，我又添油加醋的把老公怎么上杆子给我爸妈买新房、返修家里里外大换血的事，事无巨细的和婆婆拉了一遍。婆婆登时大怒，气得差点没晕过去。可想而知，当老公风尘仆仆,仆到了楼下，要喊我去家具城时，婆婆心里头那个恨呐、啊！ 甭管老公说什么，婆婆就撂下一句：“你买的这套家具，那必须全须全倚的送到我家，一根木头丝都不能便宜亲家。”看着老公灰头土脸的和我赔不是，还指天发誓等项目完了，一准儿带我去新马泰散散心。我礼貌而不失尴尬地点点头，内心却斩钉截铁的拒绝。哟呵。 这是准备让我一去不回呀，玩消失的他呀！你想得美，咱俩就看谁能玩死谁吧。我陪同事产检，不巧在医院碰到了同样来体检的婆婆，寒暄两句后，在婆婆狐疑的注视下，我和同事先走一步。老公的算计和人品低劣，已经让我有了离开的打算。 这种见招拆招的日子，我算过够了。老公就那么个烂人，我犯不着和他一起发烂发臭。想通之后，当晚我就和老公摊了牌。哪知我话还没说完，老公就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声泪俱下的恳求我原谅他。微微，你就算不给咱俩机会，你也要给肚子里的宝宝一个机会啊！ 孩子生下来不能没有爸爸，我无语了，这是演琼瑶了呀？谁宝宝？哪来的宝宝？我刚想和老公解释清楚，就看到他挤眉弄眼的摸索口袋里的眼药水，真挺气人的，连未出世的孩子都能被拿来做法子。我突然住了嘴，就静静地看着老公究竟又存了什么心。这一晚。 我特意早早睡去，等老公拿起电话，又快步绕到他身后。妈，你信我，只要王薇薇生下这个孩子，我就去母留子，让那娘们滚蛋。他那一家抠门子货，我杜家伺候不起。什么？妈咪意思是先留下他，让他和孩子感情深了，再撵他走，这样凭孩子也能狠狠讹他一笔。 不错，不错，还是妈你深谋远虑。杜佳兴奋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嘴里越说越离谱。妈，你说的对，我就该让孩子多接触接触我岳母，没准这期间他们一个不忍心就给孩子分点家产，我儿子的不也是我的吗？说到高兴处，老公激动的手舞足蹈。在他们身后，我王薇薇。 冷着脸按下了保存键。这一对贼母子居然有脸利用当妈的与孩子不可分割的情谊为筹码时，他们已经禽兽不如了。像这样不配为人的人，实在没必要浪费国家资源。为着我怀孕，婆婆特意住进了我家，明着是为了照顾我这个孕妇，背地里却是视间我是否私藏了其他值钱物品。 只要我在家里，恨不能我上厕所也绊倒跟着。而婆婆不知道的是，老公为了暂时安抚住我，答应每个月给我一万生活费，只不过要存在我们夫妻联名的银行卡上。联名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也没计划要，就是想老公以后用钱也别那么轻松。然而，如果不是这件事的发生， 兴许我还不会下死手，但是老公他却彻底惹怒了我。先是老公打着要给我安胎、养身体的旗号，四处问亲戚们变相要钱，几乎是逢人就说我身体不好。好容易有了孩子，家里又没条件给买营养品，我几个叔伯一听，都十分豪爽的给我转了钱。 大侄女，年轻人别不把身体当回事儿。大伯一点心意，自个买个营养品，好好吃上。微微呀、啊，遇上难处别不吭气，小叔又不是外人，你只管安心养好身子，外头的事儿让爷们打拼就好。我无地自容的挂了电话，不仅我家这头被老公逐个秋风了一遍。 就连老公那头的几个远房亲戚也没落下，有的拿不出钱，也不忘大老远的送一筐家鸡蛋来。你三姑奶奶可真有意思，穷的就连三五百也拿不出，就这两颗臭鸡蛋，谁稀罕呢？李伟，你回头给你老婆煮，可别忘了给妈也带一份，别啥好的也进了她肚子里。 婆婆阴阳怪调的横插一句，对比那筐心意满满的鸡蛋，真是极大的讽刺。我就纳了闷了，怎么都是一个门里出来的，有的人就堂堂正正做人，样样拿得出手，有的人就歪门邪道，尽存的这些算计人的邪心。最令我无法接受的是，老公嫌这样来钱慢，和亲戚们又换了一种说法。 我老婆微微这一胎前期打吊瓶保胎，好容易保住了，可孩子先天发育不良，有先天性心脏疾病。我原本是不准备要的，可考虑到微微的身体，老丈人丈母娘年龄大了，还是一咬牙决定要了。等孩子生下来再慢慢治，就是这样一来，会令原本就不宽裕的我们雪上加霜。 各位亲戚们，如果经济条件允许，可以适当援助我们一下。大家都是做父母的，相信很能体会我和微微的心情。日后孩子长大了，我们也会让他牢记这份恩情。这番话说的我都共情许久。李伟，你这口才可以呀、啊！为了钱，连自个孩子都舍得推出来当靶子，你不怕你一语成谶呐、啊？ 亲戚们一听我刚结婚就遇上这事儿，纷纷鼎力相助。我一登微信，叮叮叮七八条转账，粗略一看一百多万。李伟激动的一拍大腿：“这钱可真好赚！老婆，以后咱们还上什么班？看老公怎么带你吃香喝辣。”我默默地录下这段话，把这笔钱小心收好。当然。 光凭这些还不够，我手里的这些顶多让李伟在亲戚们中间抬不起头，但出了门外头还不知道他是个啥东西。而我一定要让他这副丑陋的嘴脸完全暴露在众目之下。孩子的事令李伟尝到了短期变现的甜头，他甚至想到把同样的策略应用到陌生人。 甚至公众的头上，这一回一直给老公支招的高律师一反常态，严辞拒绝：“你这是在玩火，做违法的事。”但我瞧老公的苗头，大有不作不休的势头。终于在这个月的第二次考勤被扣后，李伟发了一条票圈：“无论多辛苦，爸爸都会留住你。” 并让你健康的来到这个世界。配图是一个插满管子的瘦小婴儿，这煽情画面一经发出，大波的互动涌来。老公还在下面十分细致的描述了孩子的病况。这一晚，我和老公的手机几乎要短信挤爆了，无一例外都是转账。老公高兴的合不拢嘴，不眨眼的盯着账单看。 老婆，咱们要发财了！你现在是不是特后悔当初和我闹别扭？你可要好好伺候我，别整天发你小姐脾气，不然小心我改名换了你！看着老公趾高气扬的小人嘴脸，我心里冷笑连连。真当那些钱就是你的了？这样利用别人的恻隐之心来累积不义之财，你可真有脸！ 随着红包金额的不断上涨，老公的野心越来越大。显然，周围的熟人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，于是老公开始制作各种虚假图片，并在某筹网站上公开筹款。鉴于老公在单位也是名副其实的老实人，甚至有三三两两的同事站出来替他发声。 眼看筹款金额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事态明显超出了预期。老公也曾辗转反侧的考虑要不要及时收手，可看着金额数量依然上涨，他到底还是横下心，一条路走到了黑。你瞧，把自己往死路上逼的，通常都是自个。这次就让我王薇薇好好教教你。 怎么做人？我随手一划，一条我起诉离婚的票圈深夜惊雷。与此同时，我将手头所有老公利用虚假信息欺骗大众的相关证据一一呈现，曝光在某音上。所有红包转账记录都被我挂在网上。很快，我的某音炸了，评论区都是义愤填膺的朋友。 他们谁也没想到，一向看起来唯唯诺诺、文质彬彬的李伟，居然私底下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。那些给予我们帮助的朋友成了债主，他们愤怒地叫嚣着，要求李伟公开道歉，并原数退回金额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李伟所拥有的一切轰然倒塌。 他所有的社交媒体都遭到了剧烈的抨击，甚至热度一直上升。银行迫于舆论压力，开始拒绝放贷，要求李伟名下的所有贷款短期内必须还清。征信一旦受影响，不仅工作不保，就连出行和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。而我恰在此时提起了离婚诉讼，也就是说。 一夕之间，李伟不仅要全数吐出以虚假手段哄骗来的钱财，还要为此失去一切生活保障。王薇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居然妄想离开我！你别忘了，你带着个肚子，还有哪个男人敢要你？电话那头的李伟一改往日的斯文模样，我也卸下伪装，一针见血地指出。 你哪只耳朵听我说过我怀孕？无中生有的事，你经历的还少吗？李伟愣了一下，短暂的沉默后是更加愤怒的嘶吼：“王薇薇，你居然敢骗我！要不是你，我哪会沦落到今天？你这个心肠歹毒的坏女人！行了，让你两句，你还喘上了！我歹毒！” 要不是你联合律师几次三番试图霸占我爸妈的房子，我也不会顺水推舟，默认有了孩子。你连孩子都要拿来做文章，甚至用作你骗钱的理由。站在那胡说八道的是你，骗取他人钱财的是你，现在为此付出代价的也是你。你哪来的底气在我面前撒野？我一字一顿、毫不留情地指出。 我要是你，我就该清算下自个身上究竟背了多少债务，这一时半会还不上，指不定你还得进去待两天。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，和他多说一句我都嫌脏。离婚诉讼判得很顺利，毕竟对比李伟那样连征信都成问题的人，根本不需要财夺。 所以，当银行和债主找上门时，李伟只能跪求婆婆替他还。妈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要不管你儿子我，我我进去了，谁给你老人家养老送终？你又不是进去蹲一辈子，妈上哪找那么多钱给你堵窟窿？你这哪是儿子啊？分明是来讨债的讨债鬼。 瞧这一对算计人时母慈子孝的母子，转头落魄了六亲不认。妈妈，你倒是和我大伯二伯说道说道，兴许他们肯搭把手。这一人支援点，我不就没事了？哪用得着您老人家掏棺材本呢？谁知这话不说还好，话一出口，婆婆瞬间变了脸色，张口就骂：“你个没脑子的蠢货！” 先头，你编了个儿子骗人家钱的那档子事还没过去呢，你还开得了口？你早被家族群移出去了。李伟傻了，一屁股跌坐在地。因为还不上钱，李伟被没收了所有不动产，还被限制了自由。李家的亲戚自那件事后，彻底孤立了李伟，逢年过节也不与他走动。 而李伟所在的私企，考虑到李伟个人的作风问题，不仅解雇了他，还要求退还多个项目的研发资金。一时间，李伟成了过街老鼠，走哪都是追着讨债的。我与李伟离婚后，先是开了家工作室，做起了最爱的珠宝设计，又在爸妈的帮扶下注册了自己的品牌，通过运营。 已经成了一家上市公司。原本以为这辈子我和李伟再不会有什么交集，那种人渣我真是躲都来不及。可谁知有回我在公司做直播，突然几个保安和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扭打着走进来。我抬头一瞧，这不是李伟吗？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威总。 今早我在市场巡检时就发现这男的鬼鬼祟祟，后来看监控，这男的偷了咱们好几件首饰。您看是往公安局送还是？喂，喂喂，老婆，你怎么在这？放开，快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谁吗？这公司是我老婆开的，我是这的老板。我能开了你，你信吗？ 我冷冷的盯着李伟，几个保安见我没动静，愣是扭着李伟不放手。微微，老婆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李伟疼得龇牙咧嘴，还是梗着脖子费劲盯着我。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以后这种事不必和我说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的往出走，再不去看李伟那张虚假做作的脸。 让张姐给我把办公室好好打扫一下，再摆两盆花。前台的小姑娘唯唯诺诺地点点头，两只眼睛愣是不敢抬头看我。好的，威总。我挑了挑眉：“你是新来的？”“是是的，威总，我叫妮妮。”叫妮妮的姑娘一头黑长直，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配上一双柳叶眉。 颇有点宝姐姐的调调，人是什么时候招了这么个柔柔弱弱、有点白莲花的小姑娘？我揉了揉眉心，又赶紧去忙直播的事，却哪里能想到，这位白莲花妮妮女士差点毁了我一手创办的公司。前一天刚逮了李伟手脚不干净，第二天她又出现在我公司。 我当时心中警铃大震，你又来干什么？上回没吃了官司，这回又来撞运。我双手抱胸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李伟。我身后是整个设计部团队和市场同事。李伟显然也感受到了我二人悬殊的实力对比，他舔了舔下唇，扑通一声跪到我跟前：“老婆，我知道错了。” 李伟居然在哭，不错，声泪俱下，可以说是声情并茂。我当时也是想着，咱们快有孩子了，生活却依然不宽裕，我也是想给你和孩子攒点钱，好好安置你们娘俩。一时糊涂，想走捷径，这才走了岔路。李伟西行了几步，脸上依旧是那副愧疚到死的虚假模样。 老婆，咱还年轻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现在迷途知返，你就不能网开一面，给我个机会，给咱们的小家庭一个机会吗？几个年轻的小同事见李伟真情流露，都有些动容，他们私底下交换眼神，甚至开始窃窃私语，小声议论我的过往。李伟趁着功夫又往前挪了挪。 几乎要挪到我的脚边，王薇薇，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？把事做这么绝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我王薇薇行的正，做的直，我怕什么？够了，威总的私事，威总自己会解决。大家抱着看热闹的心就散了吧。保安，来清理一下现场。市场部经理邹征大步走到我面前。 一面伸出胳膊拦在我和李伟面前，一面有条不紊地安排其他同事各司其职。我不胜其烦地摆了摆手：“你看着处理吧，我先回趟家。”倒不是我逃避，实在是下午还有场发布会，事关这个月的公司业绩。公司毕竟是新上市，如果连续两个月新品都业绩惨淡。 那么接下来公司的走向就很明确了。威总，需要我送你吗？邹峥在我身后朗声问道。我微笑着摇了摇头。发布会前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而且今早的咖啡怎么喝了更困了。下午的发布会很顺利，就是我不停地打哈欠，坚持到发布会结束。我顺手找了个会议室休息。 哪成想，我刚打了个盹儿，会议室的电闸就被人切断了。我尝试打电话，却发现手机根本没信号。这一下，我的心凉了半截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我被人算计了。我试图推开会议室的门，奈何门丝毫不动。究竟是谁，居然犯得着这样针对我一个小公司的拥有者？ 是谁这么见不得我好？答案很明显，是李伟。眼见太阳即将落山，会议室内仅有的一点稀薄日光也马上就要消弭。我心头的恐惧越来越深。我有幽闭恐惧症，李伟是知道的。阳光一点一点抽离，我的心如坠无底洞。李伟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 就在我整个人即将崩溃时，有人从会议室外推门而入。我瞪大眼，却发现来人是妮妮。威总，这间会议室够宽敞、够大吧？你想发号施令的场地也还能满足你吧？朱慧妮一改之前的唯唯诺诺，说话干脆爽利。她左胳膊向前一伸，劈手夺过我的电话。 我两手用力一挣，拼尽全力护住手机，却被人从背后剪住双手，死死的卡住脖子。王薇薇，你今天把我踩在脚下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威风啊？早就警告你不要把事做绝，你偏不听。既然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。李伟不知什么时候溜到我背后，他胳膊肘一用劲儿。 我整个人就被牢牢锁死在桌子上，说话呀，四三八，你不是厉害吗？你不是横吗？让你爸妈拿一千万来赎你，不然就等着给你收尸吧。说着，李伟手一紧，我的左胳膊咔哒一声脱臼了。李伟，你疯了？故意伤害罪是要判刑的。我从嗓子眼里挤出这句话，我还怕判刑？ 呵，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我李伟早就无所畏惧了。王薇薇，大不了有你陪着咱们一起下地狱。我疼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却又无力反抗。怎么会？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李伟怎么会和朱慧妮搅和到一起？我怎么会好好的中招？很惊讶吧？妮妮早就是我的女人了。 你还真当自己有多高贵？离了你我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下？哼！妮妮的咖啡够劲儿吧？我不可置信地瞪向朱慧妮，她是个疯子，你居然和她狼狈为奸！你知道她怎么对我吗？她，darling，我们快点办完事回家吧。这里空气中飘着一股子怪味。朱慧妮翘着兰花指，娇滴滴地依偎在李伟怀里。 而李伟显然十分受用，大，现在就打电话。冰冷的手机贴在我的脸上，李伟十分粗暴的拽起我。他说话时脸上的横肉几乎要甩到我脸上。快打给我亲爱的丈母娘、老丈人！原先他们瞧不上的女婿，现在手里攥着他宝贝女儿的命。要想你蹦蹦跳跳的回去，就快拿钱来。 我别过头去，用我的态度表示我的反抗。这小贱人生来就是与我作对的。妮妮把刀递过来，妮妮冷笑着上前，她手里泛着寒光的弹簧刀很快到了李伟手里。我倒要看看是我的刀硬，还是你的手指头硬。李伟狰狞的扳过我的右手。 他身上食物腐败的臭味一股脑的往我鼻子里钻，可我怎么躲都躲不开。情急之下，我只好没命的挣脱。眼见李伟气急败坏，一把刀扬得老高，突然，朱慧妮轻笑了一声：“怎么？”李伟扭头看向妮妮：“可以了，威总，这点证据足够让他一辈子蹲里面。我去喊人进来。” 什么？不等李伟反应过来，已经有一路人夺门而入，为首的正是邹征。危总，情势当下逆转，刚才还稳占上风的李伟，瞬间处于劣势。然而我脖子架的刀依然寒光凛凛。朱慧妮，你居然敢耍我？谁耍你了？ 你外头欠了一屁股饥荒，还好意思跑到我面前充大款？要不是我留了个心眼，岂不是被你耍了？朱慧妮撇了撇嘴，挑衅的看向李伟。不过好在你和威总的那点子事也不算透明，要怪就怪你做人没有下限，早把身边的人都得罪干净了。妮妮，不用和他废话。 李伟，你快把威总放了！邹铮长臂一伸，就要上前夺刀。李伟惊慌之下，胳膊肘一用力，将我推向一边。两人瞬间纠缠在一起。快报警！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用没受伤的右手举起一旁的烟灰缸，然后用尽全身力气，砰！李伟来不及回头。 身子一软，应声倒地。终于，全世界安静了。法庭上，我有条不紊的出示各种证据：婚姻中，李伟多次算计我和我妈名下的房子，以虚假理由诓骗亲戚们钱财；以虚假信息在公众平台公开筹款，伙同朱慧妮绑架勒索我。 并故意造成伤害，法庭当众宣判李伟被判七年监禁。我捂着受伤的左臂走出法院，这才觉得头顶艳阳高照，蓝天白云甚是好看。考虑到朱慧妮异常清晰的逻辑关系，我决定大力重用她。邹征也因为这次的事和我走得很近，我逐渐走出婚姻失败的阴霾。 开始学会相信别人。